我们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呢 是由这个台海之声和看台海制作推出的一首歌。我呢也看到了，也听了好几遍。我很赞成台湾网友的一句评论，说这是实际上是送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新年礼物。这首歌呢是以台湾三兄妹凭着半张族谱到福建来寻找祖籍地为背景来创作的一首歌。两岸音乐人呢用心用情创作演绎，充分展示了台湾同胞思乡盼团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里面有句话，寻根路，你我对话，穿越了海峡，两岸本来从来是一家。那么透过这首歌呢，我们期待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不仅要同唱一首歌，更要一起寻根，一起打拼。